就是想当门主夫人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是啊，我就是想留在你身。感谢诸位武林豪杰远道来我唐门，夜夕已入局，诸位请自便。不殃及无辜的，我答应不踏平他们，但没说过放过他们。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你根本不知道，唐环天天吃砒霜自有解毒办法。你这样做，就是殃及无辜。